小鱼儿，小鱼儿，看，新鞋子到了，来，怎么又拿过？你说是我的哦，哪个是我的？哦，这个才是我的。看看小鱼儿的新鞋子，哇，好不好看？好看哦、是什么颜色的？清新色。清新，这个有点紫，有点蓝，点绿，还有点黄，不错不错。那你试穿一下。你的鞋是几码的？36.5。啊，我们小鱼儿是这个脚不大的啊、哦，还可以啊、哦。小天在看着你，穿好了，来站起来。好不好看啊？挺好看的啊。嗯，大小合适吧？差不多了。走走看。挺软的，后面那个跟老高了，跟老高了。嗯，我看看，还好还好。彩彩好看吗？好看。好了，这次妈妈也有新鞋，我们是一个牌子的啊。我选的是一个黑色的。我们款式稍微有点不一样啊。嗯。这就是我的新鞋鞋啦，我是37码。看我的鞋子跟小鱼儿的鞋子，你们觉得谁的好看啊？夏天嘛，都是这种款。嗯，哎，突然觉得小鱼儿腿很长哎，呦呦呦呦，腿也很细哎。哎，你说我们两个脚的那个后跟谁高？来量一下。嗯？哎，好像我要高一点啊。来来，量一下那个小鱼儿穿着这个鞋子有多高。哟。呦呦呦，好高啊！嗯，顶了，顶牢了，顶牢了。来来来，差不多吧。嗯，好，走。多少？1.6米，1.65米了。哇，理想身高。对，1.65米够了，也不要太高了。小鱼儿继续努力啊。嗯。